就吃饭着急呀，你慢点吃，吃饭吃的老快了。快啊，慢慢吃。每回喊吃饭，俺们没来，他爷都快吃完了。饿死鬼拖着你。别的你说一嘴，你这怎么的呢？那你吃饭了啊？今天吃大干巴饼，人家粉丝都说了，对刘婶好点，茄酱，这是老刘头他爷买的鹅肝鹅心大杂烩，虾仁炒黄瓜，土豆丝卷饼，酱的刀鱼，垮一个西瓜，吃饭了啊，家人们。哎呦我这大，来面面，油的，好好吃的，没有大酱啊？有。爸，你拿大酱吗？谁离你近？你妈离你？你离那嘎最近吗？不是，这大白面饼就得上大酱。你妈离你近都知道。这家多小心眼，想鸡爪子贵，买点鸡肝和鸡心。不说是鹅的吗？鹅的，鹅肝，鹅肝，我大哥。好吃。挺好啊，嗯，哎，这个老好吃，我的妈！